Allô.大家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生日会的主持人杨艮，再一次让子毅听到各位的尖叫声，好不好？谢谢。本次的王子毅生日会呢，是由我们的爱奇艺娱乐独家出品，并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邀你一起共赴奇迹的诞生日。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到子毅的声音了，对不对？我们赶快让子毅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嘿嘿嘿，好想你们啊！你们想我了吗？今天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王子毅？我们今天要一起祝王子毅生日快乐。好的，今天的生日会呢，其实子毅有准备很多的惊喜给到大家，我们慢慢聊，慢慢看王子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其实子毅在所有的 IC 心中，在我们的心中，他有很多面。有人说他是一个时尚 icon， 还有人说他是这个 breaking 的舞王，对不对？还有什么？很养生，很养生。其实王子毅一直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去了解他。我们也希望今晚通过我们的生日会，可以让更多的 IC 们，更多的好朋友们看到子毅更多的精彩。子毅，从大厂毕业好几个月了，从练习生一下子身份转换变成了万众喜欢的我们的 super 明星，我们的 idol，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对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先说一样的吧，一样都是一样的，只有他能陪我。不一样的就是先说一样的，一样的是一直有喜欢他的 IC 们的陪伴。不一样就是上次是在这个地方出道，是这次是在这里办生日会，然后中间隔了大概有三个月时间，然后三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但是经历让我收获很多。对，再回到这里办生日会，感觉不一样的心情吧。在同样的地点，从练习到出道，有不一样的感情。哎，我想问问子毅，哎，你是因为现在子毅在舞台上是发着光的，对不对？是不是发着光的？每一次看到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舞台，我都觉得他在舞台上好耀眼啊！而且我就特别好奇，子毅，你是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理想？小学六年级。对对对，小学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对，就小学二年级大概八岁，大概吧，七八岁，告诉爸爸妈妈，我长大要当明星，是这样的吗？没有，我那时候比较腼腆，就没有告诉家里人，然后我只是
每次看到有一个频道好像 MTV， 就会播放很多关于就是艺人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每次就在家看那个。在小学的时候看到舞台上有很多优质的明星们，就会觉得他们很棒，想要跟他们一样。对，其实刚才下午在彩排的时候，子怡有跟我聊到，他说他希望成为一个特别优质的 idol， 因为他希望把他身上的正能量都传递给大家，对不对？他有做到吗？也再次感谢各位一直对我们子怡的喜欢啊。刚才说到小学二年级开始想当一个明星，那之前小学的时候主要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小学主要是打篮球。小学主要就是打篮球。三年级的时候是篮球队的嘛，然后篮球队训练篮球。一直小学的时候课余时间都会去打篮球，对不对？哎，我有关注到你微博之前前面有发，前段时间刚刚去到美国，去到 NBA 的冠军之旅，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有发生什么趣事或者什么感受之类的？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圆梦之旅吧，因为其实很有趣的是我小学那个同学录嘛，就我写的就是打进 NBA。 小学六年级子毅的同学录写的我长大的梦想就是打进 NBA。 对，结果现在实现了，算是吧，算是去到了 NBA， 然后看到了感受了氛围，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哎，你们关注他的微博了吗？他去美国的事儿你们知道吗？你们喜欢看子怡打篮球吗？这个要跟你们好好聊一下啊，因为其实子怡刚才有跟我聊到，就是他去美国实地看到一些篮球的文化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感触，对吧？因为你有见到你的偶像的一些他的一些纪念的东西都有看到，有去 LeBron James 他的高中，拜访他的高中，然后去了解他生长的环境和他高中时期的一些经历。对，他有去到自己的偶像的高中去了解一些生长的环境和一些经历。子野有跟我说到他其实特别感谢他的 idol， 因为其实他是做了一些慈善，长大之后自己更好的条件捐献给了这所学校。他当时打篮球的时候其实还条件不是特别好，但他成功了以后他就回归他的家乡，然后回去为家里的孩子做了很多东西。他把他们学校改造了，他们以前是水泥地，后面他全换成木质的，孩子们的环境就特别好，环境有一个提升。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你喜欢一个 idol， 但是在他的鼓励一下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且他其实也给子怡很多的动力，子怡也希望今后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像他一样可以给更多的人帮助，对不对？所以这次的美国的 NBA 的冠军之旅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旅程。今天刚才在台口候场的时候，子怡有一点着急，他说外面下雨了，他特别关心 IC 们。我特着急，我说粉丝在哪里，他们有没有进场？没事，你的粉丝们啊都在伞里面。你们有带伞吗？我担心他们带伞脚也会湿啊，因为下雨有水嘛。很心疼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外面是不是雨不下了？不下了，雨过天晴，看到了子怡，对不对？好的，其实在我心中，子怡其实一直是一个特别酷的 boy， 酷的少年。我觉得酷可能是我对于你的一个印象，我一直在你眼中，在我眼中你的一个标签。你觉得你自己对于酷 boy， 对于酷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酷吗？对，酷就是酷啊，酷就是帅，酷就是帅。对，就是。子怡帅吗？酷吗？他们都说你酷。我也觉得我酷。你也觉得你酷？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承认。觉得是酷的。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酷入手，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好不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酷 boy。在酷 boy 的这个环节中，我们会为很多粉丝谋取属于你们的福利。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现场来抽取4位幸运的粉丝上台，通过大屏幕展示的
关于子毅的一些视频或者图片，现场粉丝进行模仿。我们也有一个跟子毅近距离交流的机会，想不想玩？也要提醒大家，在四位幸运的粉丝中呢，有一位是通过我们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的神票席活动获得了上台参与活动的机会。也提醒各位，喜欢你们的子毅，多多关注我们爱奇艺娱乐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的活动，赢取和 idol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所有上台的粉丝呢，也会送给大家爱奇艺 VIP 的会员卡礼盒，里面是我们爱奇艺娱乐定制的专属会员卡。也要感谢爱奇艺 VIP 会员对本环节的奖品支持，大片抢先看，追剧不等待，更有海量的片库，超多的特权等着大家。准备好玩游戏了吗？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奖箱，有请。来，你们是几号？子毅为大家抽取四位幸运的 IC， 第一位 B 区，恭喜 B 区的526号，在哪里？快来快来，准备到台口集合。子毅抽取第二位，你是什么？哎呦，又是 B 区 ，B 区的300号，在哪里？在现场吗？我们稍事等工作人员统计一下，我们先抽取一下第三位，我们这一轮一共是三位，进行游戏环节，再抽取一位。哎，卷的颜色不一样了，这一位是 S 二区020号，是你吗？让我们有请三位幸运的 IC 来到舞台，跟子毅进行亲密的互动，有请三位。然后我们要提醒各位，刚才子毅抽取了三位幸运的粉丝，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来自爱奇艺娱乐神票席抽取的新位粉丝，他的号码是005号，在哪里？是你吗？有请四位幸运的 IC 上台，欢迎四位。你们的票都是多少呀？没有关系啊，一会儿我们还有好几轮的游戏和福利送给大家。所以想让他们都上来啊。子玉小声的在我耳边说，他说我想让他们都上来。他们都想上来，你们都想上来，对不对？那这样，那我们好好的等待一下，一会儿希望子玉把好运气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大家一定看准自己的号码哦，粉丝们 IC 们准备好了吗？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邀请出这四位幸运的 IC 们，在哪里？在哪里？有请四位幸运的 IC 上台。来到我们舞台的左侧，来，我们依次，我们先横着站开一下，我子毅，这个我们应该是喊他弟弟的对吧？嗯，应该喊他弟弟对吧？不一定。弟弟，对，弟弟，你几岁了？十岁，十岁，三十，
弟弟紧张啊，弟弟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弟弟10岁就开始喜欢王子异哦。是啊。你觉得王子异好不好？好。好，你们觉得王子异好不好？好的，谢谢四位幸运的 IC。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已经告诉大家，在屏幕上会依次出现子异的一些视频或者图片，现场呢四位 IC 会对图片视频的内容进行模仿，然后让我们的子异来跟你们进行交流，好不好？首先弟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想第一个还是第四个？第四个。他想第四个。那你愿意第一个吗？好，我们先请大屏幕滚动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手势你们熟悉吗？你们先一起做给子怡看一下好不好？哇，像来到了，大家都在跳孔雀舞，是不是？我这个有个寓意，对，你看有四个手指，对，象征着。子怡，这个是什么意思？象征着今天40度，很热。就是，要是今天只有30度，我就这样，是吧？30度就这样。哦，这个很好用哎，出去就可以用这个交流了。今天你们那里多少度啊？好的，属于第一位 IC 的挑战，开始吗？你 OK 吗？ OK。 3 2 1，子怡觉得怎么样？ Balance 非常好。Balance 非常好，从你这个站立的平衡中我就觉得很有 balance，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 IC， 属于你的挑战是什么呢？大屏幕滚动起来。这个我要问一问子怡，这也算 cool boy 吗？这个算吗？算吗？这个算可爱的吧。算可爱的吧，我觉得是又可爱又酷的。好的，我们第二位 IC 准备好了吗？3 2 1，一会儿我们先看我们 IC 的挑战好不好？3 2 1，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有 get 到这个本人的精髓。他其实有个剧情啊，就是妈妈叫我起床，但我不想起。我知道了，早上不想起床，瘫床的时候就用这个手势，好看吗？什么？这样，我们把惊喜往后留一留，我们先看看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好不好？来，第三位 IC， 属于你的挑战。这个你刚才有，这个你刚才有教我，对不对？这个吗？啊，刚才拍照时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吗？啊，很多个意思。很啥？很多个意思，很多。很多？对，有一个就是你看，有阳光嘛，眼睛睁不开了怎么办呢？就出门啊，要是没戴墨镜，对，子怡教你们一招，这样一下。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就是。发射爱心，收到了，在哪儿呢？来自子怡的爱心发射，我们看看第三位 IC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属于你的挑战时刻，三二一。 OK 的吧？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弟弟，你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在挑战之前，我不得不说，这张照片真的是好看啊。王子异怎样都好看。但我想问弟弟，弟弟可以吗？弟弟，我怕弟弟紧张，弟弟可以吗？可不可以，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我听不清楚。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能。弟弟，来自十岁的脸红，很可爱，是不是？弟弟，我数三二一，进行这一轮的挑战，好不好？三二一。弟弟啊，这个精髓是 get 到了。谢谢子怡，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势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手势吗？对，我先给弟弟好不好？然后这个手势呢，其实它有很多 I pray， 就是我保佑，我希望，我祈祷。所以其实这个是把祝福送给自己送给朋友的时候用的。对，其实我每次上场前我也会做这个事情，就是会 pray， 静下心来，对，希望一切顺利，这样有个习惯。希望一切顺利，我们也希望各位的 IC 们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子怡，好不好？子怡觉得四位 IC 完成的怎么样？非常好，有这样的一句肯定，我相信各位都满意了吧？也希望各位继续支持我们最好的子怡，好不好？再次谢谢四位，谢谢。我们一会儿呢会在台口找工作人员领取属于你们的爱奇艺 VIP 礼盒，稍事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子怡的生日是几号啊？7月13号是什么星座啊？哎呀，这个巨蟹座好啊，对吧？哪里好？子怡，你觉得在你眼中的巨蟹座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巨蟹座呀，巨蟹座就是表面坚强，但内心柔软。表面坚强，内心温柔。柔软，对，温柔。柔软。子怡觉得自己，觉得巨蟹座吧，先说是一个外表坚强，但是内心很柔软的一个存在，你们觉得呢？还有什么别的特质没有？顾家，很顾家。顾家的体现，这样，我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考验一下子怡啊，因为我觉得顾家嘛，基本上分为几点，要么就是爱干净，爱打扫卫生。你爱干净吗？爱打扫卫生吗？其他室友爱打扫卫生吗？我帮他们打扫。你都帮他们打扫了是吧？没有，就是我们都挺干净的。你们都挺爱干净的。好，那这个卫生达标了，接下来我出顾家的第二个小考验。我觉得顾家得会做饭吧。你会做饭吗？我会吃，我会回家吃饭。你们听到了吗？来，你们听，安静听一下子怡这个回答啊。子怡，你会做饭吗？会吧。那除了做饭，你还喜欢干嘛呢？除了做饭，还喜欢吃。你喜欢吃吗？喜欢吃啊。喜欢帮忙。喜欢帮忙。对，做饭的时候。但是吃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吃是对。啊，我听出来了，
吃是很在行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现场考验一下他做。这样，我觉得在子怡的生日会，我们其实贯彻子怡的宗旨，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给我们的 IC 们谋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游戏环节，养生 boy， 好不好？哎，这个环节给大家谋取的是什么福利呢？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会请子怡亲手在场上做一份爱心早餐，随机抽取现场三位幸运的 IC 来上台尝一尝他的早餐。压力有点大，这个我不是很有信心哎，因为我做的可能比较健康，但是好吃呢就我就你有信心吗？对，但我有信心。有信心想吃吗？那这样我们先安静的看子怡为大家为所有的 IC 们来做一下好不好？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小餐桌，爱心早餐就会诞生于此。想吃吗？这样子怡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桌上大概有哪些食材好不好？嗯，好。嗯，来介绍一下啊。首先那个大家能看到吗？有那个大家能看到吗？没事，看不到我端起来给他们看。好。这个有火腿和那个生菜，然后这里有麦片。麦片对，然后这里有那个这里有我喜欢吃的牛油果，然后还有雪橙是吗？雪橙，然后还有番茄，还有一些水果，苹果，还有苹果。这盘也很健康。对，很健康。那这个就是那个吐司。吐司。嗯。沙拉酱。嗯。然后还有一些餐具。碗、杯子、手套。嗯。板。有信心吗？有。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嗯。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子玉，为大家的爱心早餐的准备时间，好不好？来，现在制作开始。你们想吃什么？这样，我拿着麦给子怡，子怡边做边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戴手套，就是手刚才不太干净，要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我一定要戴手套给你们做。卫生考虑。对。然后，谁说没关系啊？卫生都不讲了，卫生得讲啊，我们卫生得讲。然后你们想吃什么呢？想吃？对，我觉得先要来一个这个麦片加牛奶，好不好？好，就多加一点，对吧？没事，吃不了剩下的我吃。然后倒上牛奶，倒上一杯牛奶。这个是凉牛奶，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要喝热的牛奶。对。谁说我要渴死了？就这个就做好了，如果有蜂蜜的话就更好，就会甜一点。你还想要加蜂蜜？对。不加蜂蜜够甜吗？我觉得有子怡做的就够了，对不对？好的，早餐的饮品准备好了。饮品，这个是特别健康的一个，然后特别简单。然后我们做一个吐司。接下来再做一个吐司。谁说饿死了？做牛奶的时候渴死了，那我就做快一点。
这个你们看不到啊，子怡给大家做了一个笑脸的吐司。然后我们家火腿，哦，火腿在这里。加一个火腿，加一片。谁说要多放点肉？他们要吃有肉的。好，那再加一片。完工了吗？还没有，再加一片。再加一片。这个、对，因为吃蔬菜对身体特别好。对身体特别好。对，多吃。呀，你们要听一些干货。子怡说了，多吃点蔬菜对身体好。好。做完了。做完了。完工了。刚才明明上场前很多人都刚吃了晚饭，现在又饿了。好，我们把麦克风交还给子怡。好，谢谢。这样，在子怡跟我们现场的粉丝抽取福利的之前，我们先跟子怡有一个简单的采访哈。子怡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是比较养生的那种 boy， 对吧？你觉得你养生吗？养，养。因为我家人比较养生，所以你家都养一些人参？没有，我家人就比较喜欢做一些就是对身体好的东西给我吃。谁家有这？家里啊，非常爱惜子怡的身体，都会做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你吃。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养生的小 tips， 好不好？好，嗯。养生的吗？养生的，关于饮食的还是？其实都可以。我有一个养生大法，就是养生大法。早晨起来以后要喝一杯水，然后喝完水以后你要打开音乐。打开音乐。对，你要对着镜子。对着镜子。然后先欣赏你自己，然后对着镜子欣赏你自己，然后很自信的告诉你自己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然后你今天一定会过得非常好。啊、哦，这个我觉得要分人的。如果我早上打开镜子看到的是你的话，我就开心不？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嗯，对，对吧？心情会好很多。首先你得对自己有一个肯定嘛。自信，对。自信最重要。那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可以跟我们的 IC 们分享？饮食吗？嗯。薏仁水，其实我每天早晨会喝。祛湿，然后还会消肿。比如说要去工作了，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对不对？嗯。所以，那你起来有点肿怎么办呢？对啊。就喝薏仁水。对。他说了要喝薏仁水。薏仁水，特别好。我们家有个阿姨，然后会每天早晨给你煮薏仁水。煮薏仁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谁说我要做阿姨？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好了，一个是心理上要给自己肯定，一个是饮食上要健康。对，我觉得这也是子怡送给大家的养生小 tips， 你们也要为了子怡好好照顾好身体。对，好不好？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要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奖箱了，看看哪三位会是幸运的 IC 呢？有请工作人员。第一位 S 二区025，哪位？再来抽取两位。恭喜 B 区的388号，在哪里？还有最后一位，我想抽个 A 区的，好像好久没有 A 区耶，真的，来个 A 区好不好？没 A 区吗？你们猜是哪一区？恭喜 B 区的330号，
让我们恭喜三位幸运的 IC， 我们有序的来到舞台中间，欢迎三位。有三个人吗？有三个。那我只做了一份呢。我觉得要不你戴上手套给大家分一下。好啊，好。欢迎三位幸运的 IC， 这一刻幸福吗？超幸福。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子怡说？超开心，不知道说什么。来，我们请三位粉丝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子怡说？子怡 ，IC 宝贝们爱你。我也爱 IC 宝贝们。我站在中间。感受到了双方的爱意，谢谢。还有一位幸运的 IC 在哪里？我们等着他来到舞台啊。我们等他一下好不好？等他一下好不好？在哪里？是我先。好，子怡先给我们这两位幸运的 IC 分一下。坐一下。饿吗？饿吗？饿。你不是刚刚才吃完两份盒饭吗？十份盒饭我都吃得下。感受到了。你们没有看到啊，子怡看到有三位 IC 又在默默地做第二份第三份了。你们说什么？哎，还有这个喝的，饮料也要三杯。对。这样，这个我们确实这三位 IC 挺幸运的，他们吃到了爱心早餐，你们就当你们也吃到了。这样，我们做一个约定，以后有机会的话，没事，我帮子怡再给大家做更多的爱心早餐，好不好？好，嗯。好了，好了，好，子怡先把麦还给你。好。首先，早上起来，按子怡说的。第一件大事，不行，空腹不能喝牛奶，空腹不能喝牛奶的。你们听到子怡说什么了吗？他说空腹不能喝牛奶。嗯，这个是干货啊，要记住。那这样，先把三明治给到大家。好。来。属于子怡和 IC 的爱心早餐环节，拿好了，一定要拿好了。来，三位，我们横着面向我们的 IC 们站，好不好？来到这里，按子怡说的，第一步，在喝牛奶之前，先要垫吧一点。三位，那个有点干，让他们少吃一点好不好？就是吃一点就好。子怡说有点干，少吃一点。当着大家的面能吃下去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尝一下就好，因为好吃吗？那这样带回家放冰箱。这个小姐姐说，她说要带去下面给小姐姐们吃。
好的，这样，三位是 IC 的代表，子怡跟我们的 IC 们说两句话，好不好？在饮食上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饮食上就是按时吃饭，然后不要因为减肥什么就不吃饭，对，饭一定要吃，真的。然后，对，我也会多吃饭，你们放心。好的，子怡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IC， 我们的美食和饮料一同分享，好不好？谢谢，谢谢三位，谢谢，稍事休息一下。好，好，会的，一定的。谢谢，谢谢，谢谢。来，其实这一环节还并没有结束，在养生 boy 的环节，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要送给子怡，有请工作人员送上这份小小的惊喜。丸子，糖醋丸子。我姑父做这个做得非常好，一绝，一绝，我吃过最好吃的。你姑父很爱做丸子。我姑父比较拿手做丸子，然后我家，我爸爸，我大爷，我二大爷，我姑父，做饭真的绝了，都好吃。好吃。今天他们来到现场了吗？秘密。总之可好吃了，真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啊，这个应该是我爸做的。这样，我们请子怡分辨一下，这个的两个食物是不是就是子怡的姑父和爸爸的作品？仔细分辨一下。没错，就是。我觉得是，肯定是。你们猜子怡答对了吗？恭喜子怡回答正确。这两个食物呢，是子怡的爸爸给子怡做的三明治，子怡的姑父给子怡做的丸子。看到这两个食物的时候，有没有勾起自己的一些回忆？想到家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其实姑父都会给我做这个丸子，然后我爸爸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跳舞的时候，然后就不好好吃饭，每天早晨。然后我爸爸就做这个，里面会炸牛肉啊什么的。嗯，对，就怕我不吃饭，就叮咛嘱咐我，因为这个也比较方便嘛，我爸爸就做这个。所以这个三明治是在自己当时每天跳舞的时候，对，爸爸怕自己饮食不健康，每天早上给你做的。每天早晨。哇，你家的爸爸真的好啊！我小时候，我爸每天早上在饭桌下留5块钱，爱买什么买什么去吧。子怡的爸爸每天早上亲手给子怡做早饭，这个丸子呢也是姑父给自己做的。姑父做的，嗯。有什么话想跟爸爸、想跟姑父、想跟自己的家人们说？他们给我太多了，就是。就是谢谢他们把我养这么大，我会成为他们值得骄傲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的屏幕面前，子怡的家人看到子怡有这么好的舞台，并且也一直感恩在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看到子怡的成长，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子怡的家人们可以照顾好身体，陪伴着子怡，每天快快乐乐的。其实今天子怡除了有很多的话想要感谢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之外，他还有很多的话想跟到场的还有些没有到场的 IC 们说。这样，我们今天的时间还长，我们慢慢的听子怡来告诉我们。我们先请子怡稍事休息一下，来换装，为我们准备接下来的精彩，好不好？
谢谢。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丸子和三明治。好，刚才的三明治好吃吗？说的跟你们都吃到了似的。你真的吃到了？你们的胃都挺小的哈，这么多人都吃到了，还剩那么一大块。但是说实话啊，在彩白和休息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子怡聊天，她也一直跟我说，她希望把更多的正能量，更多的好的东西传递给 IC 们。可能这些东西不是很大很空的，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就比如说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每天要注意饮食，对不对？同样的祝福也送给子怡，也送给所有的 IC 们，好不好？今天其实子怡有很多的话要在生日会跟我们分享，我们与此同时也要感谢爱奇艺娱乐对本次生日会的出品和全程视频的直播。在最懂电影和最会玩的爱奇艺电影院线旗下私人影院爱奇艺娱客广东中山站，我们也特别设置了王子怡生日会的线下观影分会场。在分会场呢，也会有很多的 IC 与我们陪伴王子怡的生日。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 IC 们，还有我们的爱奇艺电影院线对子怡生日会的大力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不辛苦，还是一样的，希望子怡把更多的好的舞台，更多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 IC 们。接下来，子怡还会有哪些精彩和心里的话想要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稍事，等待一下。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爱所以坚持，坚持一件事，然后你就会不停地去做。就像我喜欢跳舞，不会说每天要跳几个小时，只是爱跳。我经常会告诉自己，每天多努力一点，你就会接近你想要的样子。我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能够传递正能量的人，让更多的人从我的艺术当中了解我，从我的艺术当中找到我们之间的共鸣。在我心中一直是有一个画面的，我很向往那个地方，我就会朝着那个地方一直跑，觉得到了那个地方就会特别美好，所以每次想到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再苦再累也觉得很值得。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跑到，但是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直觉，我一定能做成我想做的事情，从小到大都是。现在有了这么多支持我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份责任，但是这份责任是一种开心的责任，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人欣赏，自己的努力就更有意义，会更加自信坚定地去做想做的事。从他们的笑容里面得到力量，其实我做的事情能够带给他们开心的时候，我自己超开心的。
因为我做的事情不光代表了我自己，所以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会更认真地思考这些事情会传递给他们哪些东西。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为了他们。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今天也算是出道以来能够静下心来第一次和你们坐在一起聊天，第一次面对面，有很多一直以来想对你们说的话，其实很感谢你们能够这么无所顾虑地跟随我，不顾一切地支持我，很感动。我觉得现在我的很多想法真的是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也想去保护你们，想要给你们带来更好的，就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我也可以陪在你们身边，你们就是我现在动力的来源，最大动力的来源。讲一个小小的花絮，可以说是幕后的一小故。你哭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子怡不哭。子怡没哭。我觉得其实这种感情和信任是互相的，对不对？你们给子怡力量，子怡也希望带给更多更好的力量给到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幕后的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我就自作主张我就说了哈。子怡因为很多粉丝很多 IC 们会给子怡写信嘛，对不对？然后呢，说实话真的有的时候 idol他会收到好多好多的信，他可能一天时间很有限，他没法一封一封的全部一字不落的看完，对不对？但是呢，子怡的工作人员就说没事儿，我帮你们，我帮子怡把收到办公室里，有时间你都来看。子怡说不要，他要把所有的信都带回家，他会把全部整整齐齐的放在一块儿，然后一有时间就拿出来一封一封的看。谢谢 IC， 也谢谢子怡。平时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伤感的话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话题，对吧？没收过这个。子怡跟我们分享一下，平时在家都是怎么看信？是不是睡前坐在床上？睡前，真的假的？对对对，睡前。你就是睡前看大家写的信？因为睡前就有时间，而且很安静，可以静下心来，就是读一下他们对我想说的话。然后，因为晚上就容易想很多，然后看他们的信就会。因为这个我是感同身受的，我也是巨蟹座，巨蟹座呢是月亮下的星座，一到晚上。关上房门一个人情绪就泛滥，子怡呢就会在家里看 IC 们给你写的信，对不对？对。所以你们的祝福，你们的对子怡的期盼他都有收到，你们就放心吧，好不好？我都有看，真的。子怡都有看都有收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快继续为大家来谋福利，进入我们下一个好玩的环节。刚才子怡向大家表达了自己的心里话，你们都收到了，对不对？而且告诉你们哦，刚才那些话哦，他不是特意为这次活动准备好的，而是子怡的工作人员在平时跟子怡的聊天过程中他有说到的一些话，工作人员都帮他记录下来，所以其实都是他平时的一些真情实感，最想跟你们分享的话分享给了 IC 们，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表达是互相的，子怡跟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轮到 IC 们
向子怡表达了。在我们 IC 们入场的时候呢，每个人有收到一个小纸条，对吧？在这个纸条上呢，写上了每位 IC 对子怡的情话。但这个情话哦，不是一般的情话，是土味情话。因为平时子怡都是时尚 icon 嘛，对吧？那这一次就反差一点，来土味的情话大挑战。接下来我们在情话 bro 这个环节中呢，我们会邀请粉丝上台，六位粉丝，六位幸运的 IC 上台，来当面的把土味情话告诉我们的子怡。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提醒被抽到的幸运的 IC， 你们把入场的时候我们子怡的 T 恤也带着上台来，惊喜一会儿告诉大家，好不好？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奖箱。在子怡抽取的同时，我们要提醒没有上来的粉丝，没有关系，现在打开微博来搜索奇迹的诞生日话题，参与话题页的打卡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子怡亲手设计的这个 T 恤。来，第一位 B333， 接着我们继续抽取，好不好？好，先放我这里。这是 BX75， 接着我们继续来抽取。好，S 区021，继续。还有三位幸运的 IC， B 区427，没有 A 区吗？为什么？哎 ，B 区361。还有最后一位 B 区292，恭喜以上六位幸运的 IC， 我们请工作人员统计完后，大家有序的上台来，欢迎六位带上你们的子怡同款的 T 恤，好不好？我觉得A 区很孤独啊。A 区很孤独，那我可不可以他们没有办法上来，我就跟他们说一个，好不好？你要跟他们说说话，我挑战一下自己吗？啊，好不好，我挑战一下自己，我跟他们说一个土味情话。好，哇，你们有听清楚吗？子怡说他不想有 IC 被冷落，他希望每一区域的 IC 都可以得到他的关注，所以 A 区刚才很多人没有被抽到，子怡想挑战一下自己，给 A 区包括我们现场的 IC 们说一段土味情话。我挑战一下自己了，挑战一下。对对对对对，来，我试一下啊，试一下。你可以帮我拿下话筒。嗯嗯，它是有剧情的，有对话的，你们要回答我。洗手。你们知道我在洗什么吗？他们都知道了。收到了吗？我觉得这个得这么问的，如果我说这个不一定有回应，但我就可以说，你们知道子怡在洗什么吗？很聪明的，对不对？说得对，说得对。好，我们有请六位幸运的 IC 们上台，欢迎六位。
来。六位幸运的 IC 们，六位都收到了祝福，对不对？情话你们自己有写好吗？好，大家来认领一下自己的便利贴，属于 IC 对子毅的大表白的时刻。子毅，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万一他们的情话都说得一个比一个好，你受得了吗？受不了。他说的受不了是很害羞的，他说受不了。好，那我们就给子毅来一个猝不及防，好不好？首先第一位，子毅，准备好。你的情话是什么呢？喜欢你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我偏偏喜欢麻烦。都不是对我说的，我在中间我都起鸡皮疙瘩。好，第一位情话收到了啊，接下来第二位。我准备的是一段英语小诗，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英语小诗。对，很有名的这一句话。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The sun for the day.The moon for the night and you forever. 我可以翻译一下吗？就是你们听得懂不？你们英语这么好了？因为这段翻译非常的美，我想替大家告诉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我爱着三样东西，分别是太阳、月亮还有你。日为朝，月为暮，你是朝朝暮暮，你是我们大家的朝朝暮暮。收到了吗？哎呀，我突然发现土味情话也不土的，要是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种情话还是蛮开心的，是不是？好，传递到了，休息一下，接下来属于你的表白时刻。下午缓一下，等一下。没缓过来刚才。可以先问一下丸子吗？丸子，你知道有丸妈的存在吗？我知道啊。无论你几岁，在丸妈的心目中，你永远是小宝贝。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对自己好一点，我们就能少操心一点。为了丸妈的幸福，请对自己好一点。你曾经说，家里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支持你。其实现在我们也是你的家人。是不是丸妈的小宝贝？突然感觉自己年轻了，年轻了，就是，对，感觉这个生日我小了，生日变小了。对，他刚才在说情话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像一首 rap， 不管你几岁，都是丸妈的小宝贝，是照 rap 去写的是吧？是吧？好，小宝贝，那我可以继续接一个吗？继续接一个。他怎么说的？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几岁，都是丸妈的小宝贝。只要王子怡和艾希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你们记住了吗？不管你几岁，
是要丸子和 IC 在一起。有压力不？人家都写 rap， 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我的很土哎。啊你。不欺负了，不欺负了。来。我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我的世界。一会儿不用热身了，我觉得一会儿跳舞不用热身了，以后跳舞都不用热身了。就我本来不太擅长说情话嘛，然后还有一些话就是想祝子怡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可以一直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谢谢。然后希望你这条路一直走得平安顺遂，我们会一直陪你长大。谢谢。这个我真的要帮他回答一下你的，他是一直在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的，因为有很多艺人呢都是别人会搭配衣服嘛，子怡是特别有自己关于时尚的一些见解的，他都会自己搭配的，好看不？不管穿什么都是玩妈的。谢谢。来稍微休息一下，这位是玩妈吗？是。啊，您是？我是妈粉。啊，阿姨好。你是他玩妈，你是我玩姨妈，小玩。然后我写的是非主流情话。非主流情话。对。土拨咯。你听了就知道了。来。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看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我看到了，说完了。然后想祝子怡生日快乐，顿战的轮博女工会一直陪你的。再说一遍。顿战的轮博女工会一直陪你的。他们不是我的女工，他们是我的女人。你们都是女工会的女人不？感动不？好，我相信这份感情子怡也接收到了，对不对？接下来压轴出场的这位 IC， 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子怡可以玩个游戏吗？可以。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不好意思，我动了，心动了。我本身都木头人了。他说完心动了，我也动了。你们动了吗？一二三，木头人都不玩游戏。收到了大家的心动吗？太痛了，这个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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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我相信六位我们的 IC 也代表大家说出了对子怡的心里话，对不对？感谢六位。这样我们有一个幸运的环节，我们请工作人员给送上我们的一个小工具。在这一轮子怡会亲笔签名这个 T 恤给我们的幸运的 IC， 快打开。来，开心吗？好，
先正面，先反面，正面。谢谢，第二位。第三位。开心不？好好穿啊，不能洗的。最后一位，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六位幸运的 IC 们，谢谢你们。稍事休息一下，祝福子毅已经全部收到了，谢谢。刚才的情话是不是你们想对子毅说的？子毅都收到了吧？收到了，但是我真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他们说的呢？我都只能想到开头，想不到结尾。你说的，大家都知道。对啊，他们说的我也记得。也知道。说明 IC 们都很懂你，是不是？也要再次感谢各位 IC 们。与此同时，我们本次的生日会呢，也正在通过爱奇娱乐进行独家视频直播。关注爱奇娱乐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子毅的精美同款的周边。其实子毅之前也有一直在练习嘛，从小是练舞打篮球，后来慢慢的去练习，一路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群人对子毅是起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就是子毅的好兄弟们。因为子毅的好兄弟们一直陪着他成长，他们一起练习，一起变成更好的小伙伴。那么今天这些子毅的兄弟们会给子毅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祝我子毅，祝我生日喽！今年还在吃火锅呢，今年的找机会补上。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继续养生，听到没？我们都很想你哦 ，bro。Boogie， 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我 Big Bro Boogie 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也知道 Boogie 其实最近也很认真的在做音乐，有时候我们也会交流。希望 Boogie 今后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因为他也是特别的喜欢音乐，热爱舞台。我的王子毅，你呢即将要22岁，除了祝你22岁身体健康平安，我还要祝你的这个脸这个肌肤哦更加的年轻，希望你在22岁之后呢事业能够更加的顺利。无论你做什么，在哪里，然后干什么也好，身体永远都是第一的。子毅最重视的人就是兄弟和家人，我觉得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也是子毅最开心的。子毅的新歌不是要出了吗？我肯定会去尽全力去支持子毅的新歌，还有他新的作品。然后呢，希望我们兄弟能够一直做下去，一直开开心心的，就是这样。Hey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 JUSTIN Justin 黄明浩，我在这里祝我的 bro Boogie 王子毅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yeah。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 Migos。他其实是个很幽默的人，最近你们就看到子毅他越来越跌破大家眼镜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祝王子毅22岁生日快乐！开心最重要，每天都要开开心心，这是最重要。付出多少就一定会回报多少，就希望他可以开心多少。祝你生日快乐！子毅，永春第一，1234567，第一子毅，特别立体，1234567，让你很感动。就 freestyle 一段献给你，必须坚持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你一起合作。祝你22岁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他，身材很好。
然后可能因为一些条件的束缚，就很少机会给大家展现到他身材的部分。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可以。王子毅生日快乐！王子毅生日快乐！你们要不要祝王子毅？有什么话想跟兄弟们说？他们就像我的肩膀，对。然后兄弟也是我最重要和最不能失去的一部分，对，他们对我很重要，然后也感谢他们。其实昨天一到十二点，他们就都来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我说了，每个人都说了他们想对我说的话，我真的很感动，觉得有兄弟们在，真的。对，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圆满的时刻，有 IC 们的陪伴，有家人们的陪伴，也有兄弟们的陪伴。那么在这么圆满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给子毅庆生好不好？有请工作人员送上象征着子毅生日的生日蛋糕。谢谢子毅来到蛋糕的背后。我们让子毅许一个愿好不好？我们一起给子毅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属于子毅22岁的生日愿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酷Boy。 祝王子毅22岁谢谢，我也相信有各位的陪伴，子毅的这个生日一定过得非常圆满。那这个心愿已经许完了，我相信心愿我们就默默放在心里。我们也祝子毅在22岁能够实现他心目中的所有愿望，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子毅给我们切一刀象征着生日里程的蛋糕，好，分享属于子毅的喜悦。这个蛋糕很硬哎，真的，这能切动吗？这个我切在了他的旁边，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始的，希望一切顺利，希望这个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相信有各位的陪伴，这个生日一定会越来越好。有子毅的陪伴，大家也会收到来自子毅的关心，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蛋糕掉个个儿，来个大合影，怎么样？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把蛋糕移一下位置。我们一起吗？我们一起。你们能看到吗？我这个不会挡着他们吧？好。OK 吗？你可以再推到蛋糕来和他们单独来一个吗？因为我怕挡住他们。OK OK。子毅说他想再单独的拿掉蛋糕和粉丝们来张大合照，好不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一下，把蛋糕消失，休息一下。
来，我离他们近一点。属于子毅和我们的 IC 们的大合影。我觉得有一个这么贴心的 idol 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开不开心？开心。开心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祝子毅生日快乐好不好？祝王子毅22岁生日快乐。谢谢。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虽然我们的蛋糕也切了，生日歌也唱了，子毅还是想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我们给子毅一点点时间去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期待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舞台，好不好？谢谢。待会儿见，待会儿见。一会儿见。刚才子毅在台上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然后子毅走了，好尴尬啊。你们爆个料啊，刚才我有说到这首，刚才这个表演啊是子毅的新歌全球首曝。为什么我们说是全球首曝，不是全球首唱，也不是首播等等之类的呢？其实因为歌曲的部分和 MV 的部分今天晚上都会在网上上线，对不对？但是刚才的舞蹈是子毅为了今天的生日会特地精心编排的，感动不？为什么这么用心啊？因为总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他们来这里才能看到的东西。对，因为歌和 MV 网上就会发，但是这个为他们特意准备一个舞蹈版。对，所以子毅很有心，给在场的 IC 们特意准备了舞蹈版，幸福吗？这首歌即将在今晚的，你们会不会去支持？我知道子毅，这是你的第一首个人的歌曲。对，而且好像创作的过程中你也全程参与了。对，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旋律型的，然后为了他们。为了你们第一次尝试哦，有没有什么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想传递给大家什么，跟我们分享？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唤醒，因为是他们唤醒了我，因为从3个月之前在这里我出道，一直到现在是他们让我找到了我自己，他们让我勇敢地去做自己，他们唤醒了我，所以我想做这首歌送给他们，表达那种我对他们的感情，还有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在子毅心中是一种唤醒，代表着跟大家的一个相处的感觉。对，你们会去听新歌吧？一定要在今晚的22:22回家的路上打开手机听一听我们的新歌。 A AMH AMH， 回家的路上听新歌，我感觉这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哎，对，因为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这个差不多这个点，然后正好是我22岁，因为太晚的话不想让他们太晚睡，就提前发。好感动，我今晚都不想熬夜了。子毅很用心地为大家准备，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各位也要一直继续地支持我们子毅，好不好？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的生日会也即将步入尾声了。我知道大家都很舍不得，对不对？那我们再给子毅一点点时间，看看在结尾之前他还有什么话想跟 IC 们，想跟所有陪伴他成长的小伙伴们说，好不好？好。嗯，其实这算是我们第一次
坐在一起面对面，然后这样谈心交流，给你们表演。然后想对你们说，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不顾一切的跟随我，义无反顾的支持我，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然后感谢你们陪我过生日，有你们真幸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会为你们做更多的事情，然后给你们更好的，会努力的保护你们，我爱你们。其实我离子怡很近哈，我能看到子怡眼眶中已经有点湿润了。我相信 IC 们的陪伴和子怡对大家的陪伴是互相的，今后的每一个生日都是最好的日子，我们也会陪着子怡度过每一年的生日，对不对？在生日会的尾声，让我们再一次的祝子怡，我们也希望这个外表酷酷但是心有心和的子怡可以永远做他喜欢的事，可以22岁，希望子怡22岁生日快乐，幸福成双，快乐成双。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谢谢，也希望每一年的生日都有 IC 们的陪伴，子怡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走下去，对不对？一定会永远跟他们在一起，永远和 IC 们在一起。在我们生日会的尾声呢，我们还要感谢爱奇艺娱乐为王子怡准备的这次生日会，与此同时我们要持续关注爱奇艺娱乐奇迹系列生日会，到现场为你的 idol应援，谢谢各位，谢谢。我最后还想感谢一下，因为这个生日会真的是大家为我做的，因为我感谢你们看到的我，其实这个舞台这些都是有工作人员的，他们很辛苦，我想感谢所有为我办这次生日会的工作人员，我公司的人，然后我的家人，我的宝贝们，谢谢你们一起陪我过生日，真的很幸福，每一年我们还一起过，要不要每年都一起过？回去要不要早点休息？不听话，他们听了歌就睡了，听了歌就睡，听着 AMH 就睡好不好？希望每一年都能有各位的陪伴，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早点休息啊。